依萍姐现在失去了对于当一个公民记者的热情，她有一些退缩，因为那样的事件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然后，因为里面还有一个亏欠母亲的，叫做，竟然为了这样的事情，陪伴妈妈晾在一边了，也让她很过意不去。所以就是过去是一个很热情的公民记者，过去是一个可能忙于自己的事情而疏忽到照顾妈妈的女儿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现在是。现在体会了妈妈需要陪伴，所以很全心陪伴妈妈。或者说，过去是一个很爱妈妈的女儿，只是疏忽了照顾妈妈。现在还是一个很爱妈妈的女儿，更用心的在照顾妈妈这样子。然后现在还是一个很热情的女人，很有活力的女人，然后还是一个很积极学习各样事物的这个女性，还是一个很注重过生活的女性，很为自己负责的女性，还有好多呢，对，还有好多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淑慧的分享。